我就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你果然基于我的每次很久了。在云念村的时候还不承认。你又犯病了？现在想方设法的偷拍我，然后主动搬进我家。现在用以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。说，手机里面到底还有多少我的相片？没有了，我刚刚都已经发给你了。很好，全部删除。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。我什么心思啊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删。凭什么？因为主角是我。 我是让脸很宝贵的，你根本就买不起的小眼圈。你可别逗了，我拍的明明是风景，是你意外入境。意外？对啊，其实也没那么复杂，把你裁掉就好了，也不影响整体的。你看，够了，删了。这是我拍的，凭什么要删？你删不删？不删。给我手机。干嘛？你啊！ 花花，姐姐都懂。